一路可以穿到 XL， 来，你看肚子，可是你完全不会觉得哇，它原本可以穿到这么大，你完全看不出来。好，它是全高弹的，然后它一样是非常的精致，它把松紧带做在后面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直接质感升级。那妞儿身高是161公分，所以其实呢，小个的女生也 OK。教你几个配薄，一个就是往上一点，一个就是穿高一点的鞋子，就这样。好，再来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它其实是两层式的蛋糕而已。你会发现你看不出蛋糕在哪里，因为它太瘦了。而且它又是满版豹纹，所以它不会有那种一层一层的感觉，让你屁股突然变很胖。它是奶茶底，它不是米白色底，所以呢，谁穿谁好看。刚刚其实有人讲到它不会透，可是呢，它还是有做一层很安全、很安全的内里给大家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看一下屁股的地方，整个都很顺。然后看一下骨盆位置，其实我觉得这一件就是那种显瘦，而且它这边还有口袋，有口袋你可以放点零钱啊、小东西啊，这一件都还可以。整个就是大散版，然后非常舒服那种花布雪纺材质。